超哥，你严肃点好不好？我们这是一个很正经的学术答题活动。这个题你要答不对，真的，你得听题呀、啊，你得。滑雪者从山上滑下，这是个好题目。雪板呈内八是为了 A 减速，减速啊，啊不，我先听完，万一有更精确的。B 控制方向，不是。C 拍照好看。A 肯定是 A。您确定？确定。好，有请下一位老师。这个可以踊跃一点。这个你要答不出来的话。好，超哥，麻烦你朝那。啊，这个真的很简单。滑雪者从山上滑下时，雪板呈内八是为了 A 减速 ，B 控制方向 ，C 拍照。滑雪的问题，来问我吧。啊！今天刚雪啊，内八滑下来，在雪面上控制速度，就是用一个三角的板型。减速，好，为了减速。下一位老师，哎呦，错哥了。赫哥，这个题目不用有这么多的准备，给我麻烦快一点。OK。减速。好。下一位老师，我去。放下 A。好，下一位老师。我跟你说，别了，都不用想。减速啊！好，你切，这太简单了。哎呦，飞哥，你可以一步了。好，减速。好，终于在大家的通力合作下，回答了这道送分题。太容易。送分题，好不好？好。大家可以有五分钟自由选择的时间。开始。我们去哪里啊？走错层了，兄弟们！到底几层？在三楼吧。三楼。我们到地下了。完。时间已经过去一分钟，大家还没有找到，在哪？哎，就开始了，就是这个，来吧。好，还有四分钟啊，只有四分钟不到的时间，快点来。小朋友的衣服可以，还有三分钟。哇塞，这个太棒了，这个好。哇、哦，这银的，哇，这个。我准备回去给我女儿。2分20秒，这太快了。加油！我觉得钢笔也可以拿一个，这个还不错。1分钟 ，XL。气定神闲。